我们现在终于是粉丝们最期待的粉丝日，所以他们也在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他们很辛苦等很久了，对，晒了一个中午的太阳。其实蛮心疼他们的，因为今天天气蛮热的，很抱歉让他们等这么久。有他们支持，所以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动力，然后更多好的作品呈现给他们，所以也谢谢他们。那因为今天呢这么特别的日子，有没有想过也可以给你们自己的亲友一个可以我们帮他们服务的机会？现在吗？有，这是在这最怕吗？前亲友都在旁边。你打给前任嘛？前任，越讲越多，好吧，打给现任。我有一个。没有了。好了，我打给我团员好了。就这么刚好今天要有空。对啊，那就是缘分啊。哎，威廉。哇，威廉你好，我是姐姐。哎，虽然你现在头发不多，但是可以，你要来做我们的造型吗？我们今天在店里最后一天了。哎，阿伟在。哎，我刚打给你没接。哎，好热说，我跟宪哥是有比较的一个。他说，你说宪哥比较帅。宪哥比阿伟帅，宪哥比阿伟帅。对，好。阿伟你来，我就承认你比宪哥帅。好，你想一下，你们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东区。OK。好，拜拜。看看会不会请。谁？不认同。对。现在还在。哎。你在干嘛？哦，柯导吗？柯导吗？柯导，你要不要来我们店里喝一杯？什么时候？现在来喝酒啊！不行，我等一下下台，等一下下高雄。几点？五点。你现在来？刚好。你要去高雄干嘛？拍戏啊！哎呀！好，拜拜，拜。都没空，临时哇！我突然想到，我可以问小钟哥看看。小钟哥，他们上次说小钟哥原本想追他，追，他就看着就追着他嘛。对。可是我们从追求者变欺负，这不是日本片才会有的剧情吗？不知道会不会接。小钟哥，秒挂，吓到。他裸体想说，平常不都。完全是这样，赶快！哎，我在你，要谁要抢？他有穿，我刚看他有穿。钟哥，小钟哥，小钟哥，你好，我是姐姐。小钟哥，你要不要骑脚踏车来我们店里边玩服务？现在，你家离东区很近啊，通告费。姐姐给你，有钱我就去啊。好，这是演艺人员呢。真的。哎，钟哥，你不是说我打给你一定会来吗？我现在不去啊，你们店是在哪里？东区。我等下传地址。钟哥，那个林莎的妈妈也在啊。他会说好。太厌恶。没有。好了，我传地址给你哦，一个。哇，你看这样真的是有好处哦。你看，你就以这个策略错误。我刚才应该把电话直接拿给林莎，他来约才对啊。想看我们如何将素人大改造吗？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哦！赶快订阅我们的 YT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精彩内容绝对让你看得过瘾。